练到下午2点多钟，我肚子啊都饿瘪了。训练什么？射击？没有，我就是训练跳跃台，端黄金手势的托盘，然后往口袋里装。时间只有30秒钟，在30秒钟的时间内装得越多越好。我练的就是那些动作。你一个上午就可以练好吗？这差不多吧。后来表叔还表扬我，说我是临阵磨枪，又快又乖。接着说，你怎么去的现场？我和他是分头去的，他把路线告诉了我，让我坐公共汽车去，绝对不能坐出租车。说我是外地口音。事后啊，警方一排查的时候，那出租车司机能回忆得起我的样子。你是几点钟到现场的？他规定我下午6点钟到，我怕路上耽搁，就提前了15分钟。江校是6点差2分到的，听说我提前到了那么长的时间，那逼头就把我臭骂了一顿。把门关上。你想死呢是不是？我怎么了？我说你几点几分到？我没迟到啊。你没迟到，早到了也不行。到早了，在现场停留时间长了，就会给别人留下印象，周围的人就会特别注意你。哦，哎，我知道了。拿出来，里面有帽子，一人一顶。戴上。帽檐压低一点。商场里面有录像机。没什么好怕的，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。只要我说让你动手，你就安心端着你的盘子，别的什么都别想，明白了吗？我知道。把扣子扣上。别害怕，我们走。同意了，真的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同意了。他们够逗的了。后来我跟我哥说，我哥说我嫂子其实挺同。先生你好。啊啊，请随便看看吧，喜欢什么样的？啊，随便看看啊。啊，你看这也挺好的，这个是我们这儿新来的。把这个戒指我看一下。啊，好，这也不错。这个就要1万多呢，挺贵的。对呀。这么贵吗？挺贵的。是吗？啊，这个因为是新产品。是吗？啊，你是担心我买不起是吗？哎，不是，是不是交点押金才给看的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啊，没关系，是这个意思也可以，我给你拿点押金啊。先生，其实这个，站住！小姐，请留步。我保证不杀你，但是不能跑，一跑问题就复杂了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你们要配合一点，不准跑。
也不准喊。我问你们，公家这一个月给你们几百块钱的工资，犯不着把自己的性命那么便宜的卖了吧？我们抢的是公家的东西，跟你们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听我的话，蹲下，快动手。就快完了，快完了。嗯。不要了，快走。把包给我。哎，
今天晚上自己找个地方住下吧，明天再回去。好，这包蛮重的，你背得动吗？2000块钱，来回路费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来回两趟都花不了这么多。我看你一点都不怕嘛。哎，是啊。